犯人抽筋。啊！大胆抽筋，公堂之上不温不跪，是咩礼法啊？哼！你哋满清匪夷之族，强霸汉人江山，根本就冇礼法。啊！居然死到临头都咁口硬系嘛？我问你，招唔招高？哼！生可死，志不可屈。你哋要劏嘅就劏，要杀嘅就杀。我既然嚟得呢一度，我就唔谂住翻出去。好之极，答应侍候。流未有下次屈就，洁净碧玉每风雪下，难夺孤芳清秀。纵是遭毒影碧血流，热泪万苦甘受，痛未开抽紧看国运，怀念苍生苦透。流未有下次屈就，洁净碧玉每风雪下，难夺孤芳清秀。纵是遭毒影碧血流，热泪万苦甘受，痛未开抽紧看国运，怀念苍生苦透。尽折磨分先后，盼唤声万万心正义，重复江山感受。风秋雨愁杀人，依家系你供词咩？人嚟，有将犯人押去西山乱葬场斩首。有将犯人押走。系系。秋风秋雨愁杀人，秋瑾临死前就写下了这七个字，成为他绝命之句。八
大义凛然、先国尤家的秋瑾，就在光绪33年6月6日被处决。一个秋瑾倒下，中国又有千千万万的秋瑾起来。秋瑾的血惊醒了亡国梦，震起了民族魂。秋瑾的一裸丹心永远照耀人间。